12万，8800，这已经算我亲友价了。太多人要买了，所以他那个人就加开的时候，我第一场没有抢到，然后就有人问我说12万8800，就是8800区的那一区，而且已经算我亲友价了，那是我朋友的朋友。所以你后面有跟他没有没有，我就没买，我就是很难过。然后好险后面加开了，然后我就有抢到。朋友有买，就他也是跟朋友的亲戚，就因为他现在是5天前才能领票，就他就是好像他没有看昨天的场，然后他礼拜四才知道说那个朋友的亲戚骗他。是诈骗，没有给他票。可能就是有朋友是确实有拿到票，但是我们这次所以我们就很相信他。结果问我买的时候，可能因为我觉得 BP 的诱惑太大，太多人要买了，所以他可能那个人就弹性，就是把钱就拿。付了钱也没拿到票，那你现在的票是？哦，刚刚那个主办单位突然加开的，对，加开的，对，加开的是很边边很边。